各位观众，你们知不知道眼睛对我们来讲有多重要？很重要，因为我们工作的时候也需要眼睛，读书的时候也需要眼睛，吃饭的时候也需要眼睛，运动的时候也需要眼睛。在我们日常生活中，几乎90%的事情都是需要眼睛，所以相信大家都知道眼睛有多重要。但是大家知不知道眼睛的健康也是很重要？这是我们很多人忽略的，包括我在内。那为什么我今天会突然间拍个影片来告诉你们眼睛的健康的重要性呢？没错，就是因为我家的这两位，我的妈咪还有我的二姐，他们两个呢做了一个很重大决定。是什么原因让你们有这个勇气去做这个那么艰难的决定？因为很辛苦。我姐姐近视哦，差不多30多年。小学是吗？90多年吧。哇，我夸张哦。你几年？小学就我多年了。哇，你小学近视到戴眼镜到现在，你们的生活中戴眼镜的痛苦、心酸，是我们没有戴眼镜感受不到。时常要找眼镜，刷牙、洗脸那些，不可能戴着眼镜嘛。今年我要这样靠那镜子，然后我洗脚，我就这样。戴口罩的时候，哎呦，糟糕啊！你们一呼气就蒙掉了，然后呢，戴口罩又要弄一弄眼睛，不然就先一直打 K。我下雨那些，哇，就是那个雨水打去我的眼睛，然后我就，我这样又不是我这样不是我就。就很像车的前面镜子，要抹哇！但是眼睛又不能一直用衣服来抹，所以你没有可能随时随地，然后这样慢慢抹那个眼睛，然后一脱出来又是蒙的。当然啦，这可能就是你们平时看到的啊，你们平时看到，但是如果你们一戴眼镜，你们才看到我们亲。哎呦哎呦！你看我这样听他们讲，我是感受不太到啊。我相信很多观众也是跟我一样没有近视了，你们也是很难感受到就是近视的那种痛苦，是这样。所以我特别拍了一个近视的人的第一视角对比正常人。看了这个对比过呢，我还是决定带我全家去检查眼睛比较好。其实我们要给二姐一个生日惊喜，下次会有帮人家庆祝生日的，所以你生日过来的时候，我们就会唱一首生日歌给你听。所以我们现在要等一个好的时机。接下来医生就帮我们全家仔细的检查我们的眼睛是否健康，退化也没有，那个我们叫王斑病，是老人的病啦，你也是 OK， 你也没有了哈，血压 OK 没有问题，眼睛算属于正常的吗？没有大问题，而且也没有度数，但眼压也全部 OK 了哦。近视的人像你这样，他是 focus 前面来的了，所以他 focus 在前面，所以看东西不清楚，你需要眼镜或者 contact lens 把它 focus 回去。对，还是要很简单的手术哦，开一个小洞放下去吧，3分钟里面做完了的，很简单，没有感觉的啊。OK， 你的眼睛其实会度数突然间变这样多，其实也一方面是因为你有那个我们叫做白内障了啦。做手术的话就可以看得清楚了咯。这3年你配不到一对适合自己的眼睛，然后不知道怎么我的近视怎么一下子会加深这样多，然后我就去配眼睛，然后他们就 advise 我去做一个 special 的 check 啦。check 了之后才知道有白内障，如果不割掉它，我是配不到眼睛的。我的度数是不适合的，今天降明天降，所以呢他们就是要去做手术啊，就是眼睛的手术，终于可以脱离他的眼镜了，加油，很大的勇气。妈咪紧张紧张，
终于来到今日啦，好紧张啊！今天妈咪在车特别安静，平常很吵，然后今天没有话讲，因为太紧张了。可以不要进去吗？平时只会叫人家不要紧张，是是是，第一次看他这样紧张，所以我们现在来记录一下你手术前什么感受。很紧张哦，还是紧张哦，是讲不会痛啊，可能手术后你会觉得哎，少少水耶，希望哦。你想象你该是看到的世界是很清楚的，是医生来，其实我都有一点紧张啊，是不是？我在旁边看，我紧张。刚刚测了血压，然后血糖全部正常。不要出力啊，不要出力。差不多第二个步骤差不多十分钟这样啊，会很痛吗？没有想象中这样恐怖，没有想到我之前真的很怕，真的很快嘞，进去一下子就出来。Hello， 到你了喽。紧张到异常的安静，说话没有话讲，讲不出。刚刚眼睛有什么感觉？很神奇啊，很神奇，很冷啊，没有不舒服，没有不舒服、啊、很多水在你的眼睛，就是很爽，很爽，哇、哦、就好像你下海然后你要开着你的眼睛哦，这样的感觉啊，然后那个海水是冷、哦、然后突然间又不是水的颜色吧，又有不同的颜色，很美一下。我的妈妈还有我的姐姐终于可以脱离眼镜了，有什么感觉吗？我有点感动。你感动吗？没有，就是看到你们平时很像很辛苦，要一直找眼镜啊，然后现在你们终于可以脱离这个麻烦的东西。这样现在距离手术完成已经有一个月了，你们有什么生活上有什么改变吗？我现在每天一早上起身就就是我不用透过一些东西去看这个世界，每次放工回来我可以看到很大的月亮，圆圆的月亮，因为他之前看到的月亮都是有几个影子或者是蒙蒙光光蒙蒙、嗯、然后有一点偏色，是对。这样现在距离手术完成已经有一个月嘛，你们眼睛有没有什么副作用？没有啊，只是可能手术过后的一两个星期需要去一直保护，就是一直去滴眼药水啊、嗯、对对对，然后给他保湿啊，不要太干啊那些，然后接下来就没有什么东西。这样你们有没有后悔做这个手术？没有，完全没有。很快的答你，不用想。如果给你们多一次机会，你们还会想要做？做，五岁就做。